好的，我们下来这边是对的还错的啊？哎呀！各位，你们听到了吗？那个吵死人的电钻声，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那个电钻声可能就是你家隔壁的邻居在做什么装潢啊，或者是做什么整修之类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就错了。那个声音其实是今天这部影片恐惧的开始。这样讲有那么一点中二的感觉，你知道吗？OK， 我觉得与其用说的，不如直接来带各位看一下为什么是恐惧开始比较实在吧。Yeah， Pop is combo。Hello， 各位你们好 ，DK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Power Drill Massacre，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可以叫做电钻大屠杀。那么这个游戏呢，竟然是 Puppies Combo 做的，然后加上他们有大屠杀这个字的话，这个游戏呢未看先猜啦，应该是待会我们可能就遇到一个拿着电钻的疯子在某一个非常奇怪的建筑物里面来追杀我们，因为他们的游戏呢大多数有大屠杀的，基本来讲都是这样。然后这个游戏的话，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版本呢是它的 demo 版，正式版的话目前是没有公布什么时候会上市啊，但应该快了，我觉得应该快了。好的各位，那么在你看完今天这部影片之后呢，那如果你对正式版有兴趣的话，想要看到我玩的话，那也不妨可以帮这个影片点个喜欢，那我们到时候的话呢再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兴趣想要看我玩正式版。好的各位，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不要废话，直接开始吧。 New game。没有评论是关于什么啊？哦，日出，真美啊，日出。然后后面那个广播的声音真的是糊到一个我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他是在报气象吗？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啊？哦！哦哇哇哇！这肯定是我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头痛了。但我想我没事。天色暗了，最好从车里拿出手电筒。啊？从车里面拿出手电筒？哦，那边那边。哦，我们发生车祸。那为什么我的画面这么白啊？我天哪！是怎样？我要怎么拿？要从从这边吗？哦，从这边。我们车子也太空了吧？不对啊，那边没法过去，还是说这里可以开？哦，这样子可以。看来我们带了手电筒啊啊！你刚才不是说从车里面拿手电筒啊？怎么又这样讲？你要捡起手电筒吗？是的。哦，这个捡起来的声音好有趣哦！哇塞，各位，你们看这个界面，超级像以前那种复古游戏的。我的天哪！好，这个是我的手电筒。可以使用，这音效也太可爱了吧！这里还有文件呢，啊 ，Jeff 的纸条，这封信是写给 Meg 的，所以我们是那个 Meg 吗？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我会在星期二去接你，我们可以谈谈。要谈什么东西啊？等一下，还有别的纸条吗 ？Jeff 的纸条 ，Jeff 的纸条 ，OK， 没了。好，那我们再来应该是要往这边走吧？应该，哦，手电筒。哦，吓我一跳 ！Power Drill Massacre。OK。哦，这个是开场啊，这边。我们现在可能是要去寻找什么帮助吧，不然我们的车在这个荒郊野外突然这样抛锚了，可能不是抛锚，就是我们出车祸，可能要去找什么人来帮忙我们修车或者是拖车之类的。我们就没有带什么手机吗？啊，不对。这地方看起来手机应该也是不会有讯号的。哎呦，看起来远处有一个那个房子，或许我可以使用我的手机哦。那边可能会有讯号，对哈。往这边走吧。有一个小房子可以进来吗 ？No。这房子后面会有哦，看起来有些小孩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五芒星。你确定小孩会这么无聊，在房子后面画一个这么完美的五芒星吗？好可怕哦。OK， 不管，我们先到那栋房子那边再说吧。哎，
果不是这边，那不管是哪边？哦，这边这边。哦，好高哦，会摔死的这样子。Let's go, let's go.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哦，那是房子吗？哇，这路也太诡异了吧！吓死人哦！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噔的音效？有车子，我们应该是得救了吧？这样子。哦，哦，没有，这个是报废的车子，看起来有那么一点不太妙。这边还有一个房子，这房子后面该不会也画着那个什么五芒星吧？哦，我们看不到房子后面。OK， 哎，这里有门，只是这个门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太高了？我上不去啊，这个门啊，这个吗？我没办法使用这个门，它已经生锈，然后没办法开了。好的，那这边还有路吗？啊，这里还有个门，这个门已经被封死了。啊，这个地方已经被封死了，那我们还要进来这个地方吗？已经被废弃那么久了，你还要再进来里面探险？哎，这里好像哦，这里有那个楼梯可以上来。这边，哎，我们走，我们走。哦。还可以上去吗？哎，可以耶。然后那边有个门，我们先再上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好上面。这里有什么吗？好像什么都没有。这个门打开了，要进去里面吗？还要问你是跟否？哎，好，是。真诡异啊，这栋建筑。哎呦！吓我一跳！前面那个眼睛 ，Oh man！ 哦，啊，上锁了，有人把我锁在里面。啊，哦，这有东西，这里，那什么东西啊？一把钥匙，捡起这一把绿色的钥匙。好哦，这声音听几遍都不会腻。那边还有东西。在发亮哎、欸，等一下哦，他写什么？你什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里面会有东西耶、欸，我只是进来里面找人来修我的车而已。那边有东西，我们下来看一下，看起来是一个被撕掉的报纸，要赌吗？是的，在 Pocono 山脉，对两名失踪露营者的搜寻仍在继续。来自纽约长岛的 Mason 和 Larry 自6月8号以来下落不明，他们的营地和物品都已经被找到了，但调查人员缺乏线索。警方表示没有明显的争斗迹象。这后面还有耶，这仍然是一起搜救行动。报纸其他的部分不见了，这篇文章是1985年8月5年前的事情了，所以现在是1987年。好恐怖哦，这边是什么地方？哦，这里看一下。是谁？完了哟，完了哟！吓死人了！是那个拿电钻的家伙。先走，先走，先走。Oh my god! Oh my god! 他在附近，他在附近，他在附近。我们先走。哦，这什么地方啊？他刚才突然出现，害我吓一跳。哦，哇！哦，怎么会又跑回来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什么问题？先走，先走，先走，不管在哪边，先走就对了，先走就对了。这什么？这什么？我走回那个起点那一边哦。哦，那是我们的脚步声。没事，没事，没事。好，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吧 ？OK。等一下，所以是说我要去哪边啊？哇，这里该不会又是一个什么迷宫之类的地方吧？啊 ！Oh my god！ 好想按退出，我天哪、啊、！OK， 不管，我们先上来看一下，刚才有个小女孩走上来，想要读她吗 ？Pocono 失踪案没有那一些失踪露营者的痕迹。1985年的4月4号，自1978年以来。已经有12个露营者在这一个 Pocono 山脉100英里的范围内失踪了。查理 Plank 说：“我每年都会执行数十次的抢救任务，
人们总是来这个地方露营和徒步旅行，没有任何的经验，事故有时候会发生。哦，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的关系，然后这个山脉可能有一些比较险峻的环境或怎么样，所以很容易发生意外。还有欸，虽然大多数的救援行动都很成功，但这12起的救援行动却让公园管理员和当地的警察陷入困境。参与搜索的亚伯说，萤火仍在燃烧，鞋子和夹克被留下，收音机仍在播放。这些人就像是我们从他们的营地把他们强行带走一样。我没办法继续读了，这个墨水已经淡掉了。这感觉就是来这个地方露营的人应该是被这个杀人魔给他带走了吧，我来猜。哎呀，好恐怖哦。哎，这里可以下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刚才是……哦，我们刚才从那边上来的，所以这里应该……还有东西吗？哎，没有了，这里没东西哦。啊，所以说我们还要下去下面哦。可以不要吗？下面很恐怖哎。这里还有路，这里还有路。什么 Sugar Tunnel？ 甜蜜隧道往这边走。哇，好甜啊！这边看起来真的好甜哦。哎。这也是刚才那边啊，所以我们要走回来喽。哇！哇！先走，先走，先走！这什么地方？啊！玩的死路！这个门有三个锁，然后锁上面分别有什么蓝色、绿色跟红色。哦，该不会是那个钥匙那个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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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觉得我这个不太妙。OK，OK，OK、OK, OK, OK。是进来里哦，我们进来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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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坑了，进来了。先走。啊，这什么地方？还有下水道这边。哦哦。那这里的话，就他那个上面写的什么？甜蜜隧道哦，这边有入口，这边。可以下来吗？可以下来。哎呦！啊！哇塞！这里也太诡异了吧！哎，不要跟我说那个杀人魔会来这个地方跟我们玩什么你追我跑呢？太狭窄、太压迫了吧？什么跟什么啊？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瓷砖的路啊！这又是什么地方？我们可能再来是要找什么三个锁的那个钥匙，然后才能进去那个门那一边。三把钥匙，这地方要找三把钥匙，太难了吧？我们最好先远离那一边比较安全。我是听到奇怪的声音呢、欸。的，我们下来这边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妈呀！有人走进来这个地方。哎、欸，那里有人，那里有人，不要走，不要走！啊，这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储藏室，有一堆东西可以拿。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的报纸。他讲说，原本的建筑物阳光儿童孤儿院是由这个叫什么 Russell Mort 建造的。他是二战期间崛起的古怪百万富翁发明家，后来据称因为在该设施内虐待儿童，然后被指控之后自杀身亡。莫特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财产被没收归国家所有，直到1975年发生的那场火灾才被遗弃。这个部分被撕破了，或许我可以找到剩下的。Oh my god， 他应该不会跟进来齁，这感觉都是纸条欸。这个是报纸。由于一系列的事故 ，Brandon 锯木厂即将关闭。1981年8月15日 ，Brandon 锯木厂将在本月晚些的时候被那个州监管机关关闭，以便将土地租借给州立公园委员会。但有一些居民表示，这片土地被诅咒了，数十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火灾和死亡。这个也被撕破，然后也许可以找到剩下的。没人吼，没人吼，这里还有纸条哎，这边。报纸的第三部分，建筑物的剩余部分被改建为 Brandon 锯木厂。自开业以来，有七名工人因为州政府官员所称的近乎犯罪的疏忽行为，以削减成本而丧生。然而，
锯木厂的经理们将这些事故归咎于那些工业破坏的行为，指责故障设备，尤其是绳索和安全带的故障。经理 Bob Gibb 说，有人刻意去割那个绳索，只是割痕刚好小到我们察觉不到，但足够在使用中断裂。周检察员并未发现任何破坏的证据。什么意思啊？所以有可能那个杀人魔原本是这个什么锯木厂的那个老板或者是什么人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因为他的那个锯木厂要被他们关闭，所以才进行这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吧。我猜啦，往这边走。什么声音啊？好像有什么铁门的东西被打开了。欸，还可以下来？这里好像是新的地方，刚才没来过。哦，好深哦，那边有蓝光。这好像是游戏的破图。啊，在水路里面，我到底有没有走对啊？我天哪！哎，那边好像有奇怪的光线。这边，哦，我走出来了吗？是吗？是吗？哎呦，什么怪地方啊！一个笼子，钢琴，一台老旧的钢琴。我从来没有在学校学过弹奏，为什么现在要呢？对，好问题。Oh my god！ 床上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想可能有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只是一些那个化妆台和一些茶会用的物品。我听到门被破坏的声音，他该不会进来了吧 ？Oh my god！ 不敢出去。这是什么？哎呦，一滩腐烂的肉，我想我要吐了。不要跟我说他已经进来了。我要在角落，好可怕！我天哪！好的，这里有一些工具，一个榔头和一些刀子。我想这不够啊，不够防护。这不够防护我自己，应该是这样子吧。OK OK， 先退，先退，先退，先退。他来了吗？到底要不要来？哦哟，好恐怖哦！我要待在这个地方，等到他来。不然真的好恐怖，我不敢过去。怎么办？哇！他是真的这样随机出现的，很恐怖哎！啊！我们被关起来了！哎，对，先退！他好像在这个附近吧？是怎样？有什么问题？没事，我们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说什么？我听不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好，我们先冷静。对，冷静下来。OK。哦，我们这应该怎么办啊？在这里等死还是？有办法可以离开这里？什么意思啊？啊！啊！刚才那个好像是启示录的20:14，我的游戏被关掉，就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刚才游戏里面有一个那个门要怎样？那该不会是有什么隐藏结局或者是什么东西在那边吧？我觉得我们再看一下好了。2000 years later， 他那个钥匙的位置每次都是随机的吗？是随机的哦。啊，哇，这样有那么一点难的这样子。这里有东西啊，这边一把钥匙，哦，蓝色的。这什么？钥匙，绿色的。有了。Yes， 哇塞，他藏在这种地方哦，这里会有吗？
哎、欸， yes! 约拔，红色，都在这个地方，太阴险了吧？这个 ，OK OK， 这样我们应该就可以先回去了吧？只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怎么回去啊？我忘记路怎么走啊！我的天哪、啊、！OK， 这里这里这里，哦，这样就有了，这样就有了。我们只要再来就是往上，不要被发现的话，应该就先走，先走，先走。Why are we still here? Just to suffer. 啊！他来，他来，他来！使用钥匙，使用钥匙。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先把他引开，先把他引开。有什么毛病啊 ？2000 years later. 先用钥匙，可以用钥匙吗？钥匙怎么用？先使用。你使用了钥匙，太麻烦了吧？这样子，你使用了钥匙，再一把，你使用钥匙，它解锁了，打开啊！这里面是干嘛的？啊？门不能进来，不能进来，还是说这里的门都是不能进来的？你愿意帮我离开这里吗？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个地方好像有那么一点血、欸。这边呢、啊，不能进来。啊？然后这里怎么越来越血了？我整个人头都这样歪过来一边。哇！什么意思？吓死了！哇塞，追逐战，追逐战！我们应该不用哦，好亮，好亮 ！My God！好恐怖，好恐怖！他在后面追我，他在后面追我。我们可以顺利离开吗 ？Man， help me！ 好亮哦！是怎样？是怎样？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可能停下来就输了。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就好。哎、欸，哎、欸，前面好像有那个阳光，前面有阳光，有什么光一样。希望是，希望不要是通往他家就 OK 了。Let's go, let's go。当地新闻。他好像是讲说什么 ，Brock 的尸体没有被发现。什么跟什么啊？啊？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不是逃出去了吗？哦哦哦哦，这个声音 ，Power Drill Massacre。Oh man。感谢你的游玩哦！哦，完整版会在这一个十月份哦。好的，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这一款电钻大屠杀的一个 demo 版的部分啊。那么整体我自己觉得玩起来真的是哦，压迫感很强，好可怕哦！我中间怕了好几次，你知道吗？
我中间真的是闻到会有那么一点怕，说会不会等下转角会突然出现那个杀人魔之类的。因为当我们玩家一看到他的时候呢，那个会突然有个爆音，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声音，然后你就会哎呦吓一跳，然后你又不想被吓，又要在这个非常狭窄的地方跟他玩捉迷藏，又要找路，真的是哦，玩到那个压力真的是有够大了，你知道吗？好了，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今天影片啦、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也不妨可以帮这部影片按个 like 和订阅吧。好的，各位，那我是 DK，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 ，peace out。